其实小五不算完全复活了，等我到达封号斗罗级别，再用上古灵兽内丹助他魂体合一。不行，不能用这个，必须找到属性温和的能量，海神之光就是了。胖子，再坚持一下。我瘦了，香香，你可以接受我了吗？我会考虑给你个机会的。舅爷爷要是看到这一幕，一定会很开心。你们通不过的。许个愿望吧。距离第二考就只剩三天了，我们还从未赢过小白，这又怎样才能通关呢？也不是没有机会，别忘了我们还有底牌没亮。我们这个全是武魂殿一手扶植起来的宗门，圣龙宗和黑虎宗也早在暗地里向武魂殿投诚。武魂殿还好意思说七大宗门重选大会公平公正啊？真是恬不知耻！宗主的猜测果然没错，只是没想到武魂殿如今连面子也不装了，其野心实在可怕。嗯，现在只差上三宗之首了。一旦新的七大宗门全部被武魂殿拉拢，大陆上至少一半的魂师力量就都落入了武魂殿手中。哼，项家宗与武魂殿狼狈为奸，想必胡延镇这家伙早就串通好了，要拿下这上三宗之首的位子。嗯。全大会圆满结束，获胜的七个宗门已经站在了我们面前，他们分别是上三宗、象甲宗、圣龙宗、黑虎宗以及下四宗封建宗、火爆宗、炎灵宗、雀风宗。恭喜七大宗门。没有人可以阻挡武魂殿的脚步，让我们一起开启武魂殿的新时代吧！武魂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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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武魂殿。唐三那小子不是建了个唐门吗？喊着要跟武魂殿作对，这会儿怎么不敢来了？
帮你。面对如此强大的魔魂大白鲨之王，你们能顺利通关吗？走。第七魂技，凤凰真身。属性差距，再这样下去，小奥与胖子都要坚持不住。胖子，火凤凰领域，面对十万妖怪兽，不留点底牌怎么能行？胖子的领域可以将海水同化为火属性，正是海魂兽的克星。这是领域的力量，以前怎么没见他用过？这家伙竟敢在我的地盘用领域跟我抗衡，那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！绝望波波，不好，近身攻击！身体好像动不了了。小白的精神力很强，一旦笼罩就会被短暂封印。你们会怎样破防呢？四季神光，哼，雕虫小技，
不对，这是高强度浓缩式精神攻击。好你个唐三，竟然用这种伤敌1000自损800的攻击，那就先解决你。我的精神力根本不足以伤到小白，最多只会让他晕眩1-2秒，但就这1-2秒，我们也有可能突破封锁。大爷，磨砂领域进化技能挂机。小，好，休息。蓉蓉，为我增幅。戴老大，主心发动。幽冥白虎。这是什么？这可是我们的杀手锏。戴老大与竹青在施展了武魂真身后如何而成的幽冥白虎，连我都未曾见过它的真正威力，一直留到现在就是为了通关准备的。魔杀之牙，香香，我们通过了，恭喜你们。你们这些狡猾的家伙，最好祈祷后面的考验不要牵涉到我，否则定要你们好看。小白，对不起，不得已伤到了你。消消气，先吃了这些吧。在发自内心的感谢我吗？不理你们这些无聊的人了，我走了。你们后面的考验也绝不会轻松，自己小心吧。巧妙的整合伙伴能力，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力量。
突破十万年魔魂大白鲨之王的防线，唐三海神第二等通过，海神亲和度提升5%，总亲和度10%，小五陪伴通过海神第二考，奖励开始叠加，戴沐白、马红俊、奥斯卡、朱竹清，海神第二考通过，魂力提升一级，宁荣荣，海神第二考通过，魂力提升一级，所有魂环年限级别提升500年。